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苹果下一代新 iPad 系列的一些消息。目前虽然离2020款 iPad Pro 系列产品发布还有一段时间，但关于这代旗舰产品的消息被更多人注意起来。具体它们都会有哪些特别之处？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的一些爆料和泄露消息。 现在根据泄露来看 ，iPad Pro 2020款将有两款产品，其中一个屏幕尺寸为11英寸，另一个屏幕尺寸为 12.9 英寸，仍然同去年的产品屏幕大小相同。在设计上 ，iPad Pro 2020将仍然具有远景和窄薄边框，并且两种尺寸的背面底部均还具有3个连接插针金属点，用来连接位置键盘。在机身背部，根据泄露的说法，苹果将在背面有可能使用新材料。 但不一定是金属，而为金属框架和玻璃背板的组合，这将是对以前的全铝设计的又一个重大升级。另外，在背面顶端左上方 ，iPad Pro 也首次加入了后置三摄。泄露还显示，新的 iPad Pro 在扬声器上同样采用格栅方式，并且 Type-C 端口位于机身的底部，音量按键位于 Apple Pencil 连接器的右侧。 与此同时，新的 iPad Pro 还会推出绿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看起来配色上也会更丰富多彩。回到机身正面，在屏幕的顶部将仍然装有 Face ID 传感器，并且还有一颗1200万像素传感器的镜头，以及其他的元器件。现在关于11英寸的 iPad Pro 机身大小尺寸有泄露指出，它的尺寸约为248×178.6×5.9毫米。 厚度显示仅为 5.9 毫米，这其未包括凸起的后置三镜头。当然，加上后置三镜头的突出部分，它的厚度最大为 7.8 毫米。但关于12英寸型号，目前还没有泄露指出它的机身尺寸为多少。 苹果公司已经变更了几代 iPad Pro 的设计。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至少看到有2台 iPad Pro 会使用后置三摄相机系统的设计风格，这和最新的 iPhone 11 Pro 系列后置镜头设计很相似。3颗镜头其中用途是主镜头拍摄、超广角拍摄和1颗变焦镜头。当然，它们也有用于提供具有人像虚化模式。 总体来说，对于2020款 iPad Pro 系列，它获得重大更新之一就是相机系统，因为它们两种型号都具有像 iPhone 11 Pro 系列的3相机系统配置，并且其传感器与 iPhone 11 Pro 的配置相同。随后，你将会看到更多使用 iPad Pro 的用户用它来拍照或录制视频。 现在已经有消息称，苹果计划发布的 iPad Pro 机型未来也会使用上 5G 网络，就像现在使用的 iPad Pro 在 4G 上进行操作一样。但有传言说，这将是在2021年才会开始。在了解到2026款 iPad Pro 发布将会搭载最新的 A13X 处理器，这款 iPad 处理器它将并没有对 5G 网络的支持。据说今年发布的 iPhone 12才会最早拥有 5G 网络功能。 它的 A14 处理器届时会与高通的 5G 基带结合，实现 5G 上网。最初，苹果公司计划在2020年为 5G 的 iPhone 中使用英特尔基带，但英特尔已经退出智能手机芯片业务，苹果别无选择，只能使用高通的 5G 调制解调器。苹果届时会为 A14 芯片与高通 X55 调制解调器结合。X55 是 X50 基带的升级款，节能效率要比 X50 高。 消耗的能量也更少，并且对电池寿命影响也较小。5G 传输方面，理论上提供有 7 GB/秒的分子下载速度和 3 GB/秒的上传速度。尽管这些速度是理论上的最大值，实际速度还取决于运营商的网络。该芯片是高通公司的首款 5G 芯片，支持所有频段模式和网络部署。 关于 A13X 芯片，来自一家爆料网站称，下一代 iPad Pro 将由苹果的下一代 A13X 处理器驱动。鉴于当前的 iPad Pro 系列有 A12X 芯片提供动力，因此根据惯例，它将其称为 A13X。关于该芯片的泄露，目前的细节很少，但我们猜测它一定能带来性能更强、更节能的效果。这表明用户将能够运行耗电量更大的程序更长时间。正是由于新 iPad Pro 将由 S3X 芯片驱动。当我们在更大尺寸的 12.9 英寸平板电脑上玩游戏，使用处理编辑图像或者是视频编辑，无疑它需要更强大的 CPU， 而 iPad Pro 的 S3X 处理器正能满足你的一切。 iPad Pro 从2018款系列已经具有不错的电池续航，但如果你将它用于复杂的工作，如视频编辑或者是大型的 3D 游戏，这电池电量仍然下降很快。毕竟它的定位在简易办公。虽然说 iPad Pro 中的处理器已经很强大，能做很多事，但续航终究是大家关心的。它不像 MacBook Pro 那样，即使在重度的工作下，也有很好的续航表现。 随着 iPad Pro 越来越像笔记本电脑，苹果也是该提高该平板电脑的电池续航了。现在有泄露表示， 2020 款的 iPad Pro 会有更强的电池续航，并且会加入更高效的快充。正如可以提高电池容量一样，为充电所需的时间减少也是可以的。往常包装盒中附随的充电器通常需要几小时才能为其充满电。 新的 iPad Pro 据说会支持最快45瓦的超级快充，这将会节约之前一半的充电时间。新的 iPad Pro 泄露已经被指向会加入无线充电功能，其原因是因为机身背部加入了玻璃面板材质的设计。 显示这种方式和 iPhone 一样，玻璃面板可以进行更好的无线充电，因为采用金属材质的机身背部会产生法拉第笼。法拉第笼的缺点是无法通过接触点来传输电能，也就无法实现使用无线充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能无线充电的产品都为玻璃材质。最终，新的2020款 iPad Pro 出现将会是以双玻璃加金属中框的风格亮相。 这也是 iPad Pro 系列首次像智能手机风格那样去设计的新方案。苹果的平板电脑现在运行的是自己专用的操作系统，称为 iPadOS， 而不是 iOS。iPadOS 基于 iOS 13， 并包括其许多新功能，例如黑暗模式，支持鼠标。 但它还增加了工作流程的手势控制，以及来自苹果标准移动操作系统的许多其他调整。在2019年秋季 ，iPad 中一项变化是开发人员将 iPad 应用程序引入到了 Mac 中，从此变得更简单方便。最终，这个项目有望带来更多 iPad 应用程序引入到 Mac。我们也期望在 iPad 上看到更多的 Mac 应用程序，不过这就要期待新款 iPad Pro 的 iPadOS 系统发布了。 另外，研究 macOS 和 iPadOS 系统互通，这被苹果认为是一项长期的计划。最早的此类应用程序或将于2021年出现，届时允许 iPad 应用程序接入 macOS 中，因此我们可以更快地在 iPad 上看到 Mac 中的应用程序。最后，关于新的2020款 iPad Pro 系列发布，预估会在2020年3月份期间。 另外，或者同时发布的还有一款 iPhone SE 二代。根据分析师郭明池在2019年10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苹果将在2020年第一季度推出价格更便宜的 iPhone SE 二。它拥有较小的 4.7 英寸屏幕，在很大程度上，外形设计和硬件规格与 iPhone 8相似。这表明新款 iPhone SE 二的外观设计更偏向 iPhone 8，而不是采用 iPhone 10后续的风格。 仍然提供额头、下巴、主页、后门按钮设计。另外 ，iPhone SE 2发布将会采用最新的 A13 处理器。郭明池还认为，新 iPhone SE 2将提供 3GB 的运行内存，而不是上一代的 SE 版本的 2GB 运行内存。好了，今天内容就这么多，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